去到咧 ，Kaiken， 去到 Kaiken 咧就去讚美讚美天父。咁所以咧，今日我帶一首詩歌同埋一個 PowerPoint 翻嚟咧，就去一齊讚美天父啦。咁啊喺透過詩篇，透過詩篇咧又提到咧，原來你們要讚美耶和華，從天上讚美耶和華，在高處讚美他。他的眾使者都要讚美他，他的諸君都要讚美他。日頭月亮，你們要讚美他；剛剛的息宿，你們都要讚美他。天上的天，天上的地，天上的水，你們都要讚美他。麻煩啊，爹哋。好啦，我唱之前咧，今日咧就天地讚美讚美我哋的天父。阿丁耀咯，離海就出個雲，磐石唱讚美當聲，風雨天也歌頌，雲霧同眾吹送。全地奏响声势无比，颂赞声永不衰竭，全地要敬拜侍奉，高唱万有之上，荣耀无限之主，全属我主尊贵耶稣，所有大声点喎，扬赞美。如放天空海阔飞，扬赞美，浪花般海中溅起，高唱万有之上，荣耀无限之处，全属我主尊贵耶稣，所有。好啦，第二弯啦，我哋。
归耶稣。所有，我俾掌声跳。好劲啊！好劲啊！大家好犀利啊！啲声。